去越南吧，就看到那个市集里面有很多在卖这种一堆佛珠，台币100块哦，就直接买。我在校唱的时候，我就带着它，然后因为我们都会丢海报嘛，就后面的朋友，呜，然后这佛珠就飞出去，因为它太松了。然后我还请那个同学说：“同学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我的佛珠帮我捡回来，就这样啦啦啦啦回来。”所以我就觉得他整个就是离不开我。